我以祷告爱自己，从十个方面为自己祷告。灵命日粮事工制作。祷告主题四：愿我接纳本相。慈爱的上帝，我要称谢你，因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。我在母腹中，你已覆庇我。你创造我的作为多么奇妙可畏，我是何等有福，我一生的年日都记在你的册子上。有时候我无法全然爱与接纳自己，怀疑自己存在的意义和价值，并羡慕别人所拥有的。但是你说我是你独一无二的杰作，你看我为宝贵，甚至我的头发都被你数过了。你完全爱我，接纳我，包括我的缺点。求你帮助我以正确的眼光看待自己，不轻看自己属上帝儿女的宝贵身份。天父啊，你赋予每个人独特的生命目的，也把我们放在不同的位置。我所拥有的影响力是其他人没有的，有些人也只有我能去影响丰富他们，没有人能够替代我的位置。求你让我看到自己的独特性，在接纳和改进缺点的同时，我也能好好使用你给予的恩赐才干。谢谢你抚平我过去的伤痛，也谢谢你愿意陪伴我慢慢的成长。愿我因有你的爱而充满喜乐，并时时向你献上感恩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愿主引导你为自己祈求，又愿圣灵亲自用不可言喻的叹息替你祈求。